情冇得見老師，又冇得見同學。詠敏啊，咁疫情過後，你最想做啲咩啊？我最想同老師食披薩。但疫症冇得同大家一齊食飯，你可以點做啊？啊，我諗到啦，我可以整模型披薩。今日我教你整模型披薩，材料有紙皮、膠紙、膠水、激光布。第一個，我哋將紙皮剪成三角形，然後我哋用激光。